张爱玲秧歌正文第六章，金油扫洗了衣裳，晾在界碑上。那古旧的时装，斑斑点点，一脸麻子。灰黑色的衣服披在碑上，疲软的垂下来，时而在风中微微飘两飘。哎，金油扫，饭吃过没有？他抬头一看，不觉慌了手脚。是王同志向这边走了过来，还有一个陌生人和他在一起，也穿着制服。他向来一看见王同志就发慌，使他也觉得不安，怕他应对失当。这一次他回答的倒很得体，哎，吃过了。他含笑答应着，你也吃过饭了，王同志。他并没有听见他说了些什么，就匆忙地替他遮掩了过去，大声说，好极了，好极了，你公公在家吧？他慌慌张张走进大让，嚷着，王同志来了。谭老大与谭大娘满面笑容迎了出来。王同志把他同来的那穿制服的人介绍给他们，这是顾刚同志，他说。顾刚同志是上海来的，来研究我们这里的生活情形。他要跟你们住在一起，过一样的生活。他们笑嘻嘻地和顾刚招呼。顾刚有30来岁的年纪，瘦长身材，戴着黑框眼镜，眼镜框再加上他的浓黑的眉毛，仿佛犯了重。他的棉制服是上等的青碧鸡面子，而且是簇新的，看上去仿佛他没有穿惯解放装，有点周身不合者。他向他们解释说，他是文联派下来的一个电影编导，下乡体验生活，收集材料。有一个民兵小张同志是王同志的勤务员，挑着顾刚的行李，气喘喘地从后面赶了上来。顾刚似乎觉得他在这情形下不能不和他极力争夺，想把行李抢下来自己搬进去。小张同志又不肯放弃，两人一路扭打着，挑担子的脚步歪斜，几次差一点栽倒在地下。在土改期间，谭老大家里也曾经住过知识分子，所以他们也习惯了，相当镇静。他们很小心，绝不敢向客人道歉，说吃的不好，房子不好，也不说同志是上海下来的，一向习惯总是说由城里下来，但那是错误，仿佛表示城市的地位比乡村高。他们领客人去看他们割磨盘与农具的一间房，可以把这些东西搬出去，把门卸下来做铺板，架两只板凳上。顾同志说好极了。然后他们回到正房去，大家欣赏他们抽签抽到的那只深蓝色花瓶，是他们分到的地方的东西。经王同志要求，谭大娘跑了去把金根和他老婆叫了来。金根是劳模，他老婆又是最近还乡生产的，很能代表现在一般的新气象。顾刚对他们的印象很深，这些农村妇女倒是的确有非常漂亮的。他想，谭大娘说的话最多，别人大都只是含着微笑，喃喃地说两声现在乡下好了，或者现在两样了。谭大娘总是中气很足地高叫着，要不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我们哪有今天呀。他永远在毛主席后面加上他老人家的字样，显得特别亲热敬重。顾刚可以看出来，他是王同志最得意的展览品，也许他让他住在他家里就是为了这原因。王同志临走的时候，顾刚送他出去，王同志用一种宽容的口吻说起那老妇人，他倒是有一桩说话非常直爽。王同志已经和他提起过这里的东学，建议叫他去教书，可以和群众多一些接触。现在他又说，好好的休息休息吧，同志，路上一定辛苦了，明天我来陪你到识字班去，给你介绍介绍。他又详细解释识字班的重要性，可以提高农民的政治觉悟。听他说起来，简直仿佛顾刚现在要和镇上的小学生们轮流担任的这份工作，是全国最伟大最艰巨的工作。顾刚心时想，这王同志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家。王的党龄也很长，而且据他自己说，从前在苏北还有过实际战斗经验，他实在应当有一个较好的位置。为什么到现在还是在这穷乡僻壤做一个村干部呢？也许是因为党内派系的斗争使他郁郁不得志，甚至于他也许曾经跟某一个被毛泽乐清掉了的中间分子。如果是那样，那他就是个危险人物了，不宜太接近。顾刚因此谨慎了起来，态度也冷淡了许多。王同志一个人走回去，他住在区公所里，区公所就是从前的武圣庙。他离开了顾刚以后，方才自己觉得刚才他说了很多的话，关于他的过去，在日本人占领期间做地下工作，
后来风声紧了，又学到苏北去参加新四军。他本来并没有打算提起这些，对一个初次见面的人何必告诉人家这些话。英雄不到当年勇，难道他已经成了唠叨的老年人，只生活在自己的回忆里，自己想觉得很难过。大概是因为顾刚对他的态度里仿佛带着点轻视，使他不由得要夸耀自己的过去，也让他知道我从前的历史。他最讨厌顾刚和他说起国内新闻的时候那神气，就像是以为他除了当地村庄里的事情之外一无所知，他从来没听见过这顾刚的名字。但是从文联负责人写的那封介绍信的口气上面可以看出，他是解放后才加入他们的阵营的。我自己算算，为党服务不止20年了，永远在斗争的核心里，王同志对自己说。现在倒在这里招待这投机分子，还要被他看不起，真是活回去了。这么一个不要脸的机会主义者，胆小如鼠的知识分子，统治阶级的走狗，摇身一变也前进起来了，还要看不起人。他自己也知道不应当滥发脾气，对于顾刚的估计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心里总觉得预设的厉害。他很希望他回到庙里的时候有两个农民在他的办公室等候着，有些什么纠纷要等着他解决，那也许会使他胸中闷气稍微疏散些。他很会对付农民，做一件自己善于做的事，那总是相当愉快的。而且在农民的心目中，他就是政府，他们使他感觉到他是庞大的机器上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轮齿，而不是一个过时的工具被丢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他平常总是从早忙到晚，没有片的闲空，但是今一下午似乎竟是无事可做。他回到庙里之后，在他的写字台前面坐了一会，无聊得很，又站起来背着手踱到外面去。小张同志替他管家，坐在门前一只薄团上，在那里剥蒜。破旧的薄团蓝布绽开来，露出里面一根根的稻草。小张同志洗了衣服，在那里雕花坎上穿了一根绳子晾着。淡淡的一块日影照在那惨红的庙墙上，一动也不动。王同志忽然想起来，他似乎永远是住在庙里，在那些宽广的殿堂上，黑洞洞的空房里，被逐出的神道仿佛阴魂不散，仍旧床床来往着。他从前和沙明结婚的时候也是住在庙里，他知道的，反正只要一想起从前的事，马上就会想起他来，那似乎是最容易记起的一部分。第一次见到他是有一次干部开大会，他在苏北的新四军里，那时候他就用着现在的名字叫王林。那次把所有的干部都集中在一个小县城里上大课，借一个地主的住宅，地主本人不在那里，搬到芜湖去了。那阴黑的大厅竖着一根根青石柱子，风嗖嗖的，有点像户外的黄昏。大家都坐在砖的地下听演讲，个人记笔记，膝盖上顶着一本拍纸布。演讲照例是以喊口号作为结束，大家一律站起来跟着喊毛主席万岁，同时把帽子纷纷毛到空中去，用尽力气能丢多高就丢多高。但是帽子落下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本事接到自己那一顶。大家正手忙脚乱满地抢帽子，演讲的人倒已经又高高竖起一只手臂，嘶哑也跟着往上一提，史达林万岁，他高叫着史达林万岁。大家跟着一声呐喊，一只只帽子又黑羽似的飞上天去。散会以后，王林注意到一个女干部手里拿着帽子站在那里，很为难的样子。他搭错了一个帽子，他年纪非常轻，别的女干部的头发都是剪短了，油腻腻的披在面颊上，他却是梳了两只辫子，盘在头顶上，藏在帽子十面，完全看不见，所以平时一眼看上去，会把他当作一个男孩子，尤其因为他那青的没有血色的脸，两只眼睛分得很开，是一个清俊的男孩子的面貌。但是现在没戴帽子，露出辫子来，就完全像一个女学生了。她穿的一套制服太大了，穿在身上倒更显得身材纤弱。王林把自己头上的一顶污旧的帽子摘下来，拿在手里翻过来看了看，显然是他自己的，实在不好意思走上去问他是不是他的帽子被他拾了来了。有好几个男干部都拿着帽子去问他，但是没有一个是他的。后来有一个人发现有一顶帽子高漆在一根屋梁上，一个姓余的青年马上设法弄了一旧梯子来，爬上去替他拿了下来。王林离开会场的时候，
于同志还站在那里和他说话。王林虽然明知道于同志职位太低，还没有结婚的资格，但是并不因此就觉得安心。刚才闹丢了帽子的那个是谁？他仿佛很不耐烦地问另一个干部，真是笑话，我没有看见过他。是新来的怎么？你对他有意思？别胡说。饭后他又试着问另一个人，那梳辫子的那个他的爱人是不是姓陈？他没结过婚吧？你是说沙明是不是？他来了还不到一年，在电讯组，没结婚，大概我认错了。他喃喃地说，还当他是陈同志的爱人。女干部都在合作社里过夜，他第二天早上一早就到合作社去，要求和沙明同志谈话。这里也按照普通殿堂的布置，一边摆着一排红木椅子，两张椅子夹着一只茶几。他坐了下来，背后后墙上挂着红纸对联，祝贺合作社开张之喜。这该是好兆头，王林想，在一个合作社里向他求婚，这应当是我们在革命岗位上终生合作的开始。清晨的阳光从门外射进来，照亮了他脚边的一筐筐的米与赤豆，灰扑扑的蘑菇与木耳，还有大片的笋衣，发出那干枯的微甜的气味。女干部们在柜台上大声谈讲着，卷起他们的铺盖。他们昨天晚上还睡在柜台上，然后他看见沙明匆匆地向他走来。王林自我介绍了一下，我想跟你谈谈，他说。他微笑着坐了下来，显然是准备着接受批评。后来他苦诉他当时以为他一定是为了他打辫子的事来向他提意见，因为他两根辫子已经引起了许多批评。我听见说你还没有结婚，王林说。我也没有，我提议我们向组织上请求结婚，你认为怎么样？他倒很镇静，他想，当然他仿佛是有一点诧异。我微笑着回答，考虑考虑吧，在我这一方面是没有重新考虑的必要，我已经决定了。他仍旧微笑着说，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步骤，还是再考虑考虑吧。他没有逼迫他马上决定，在阳光中看见他使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他像一张泛了黄的照片，看上去是那样年轻，而是褪了色的。他仿佛觉示他得要小心，那照片不能用手指去碰它，不然更要褪色了，变得更淡，甚至完全消失。两星期后，他到20里外的电讯站去找他，他不得不把一个夜班的同事叫醒了，给他做替工，才能够抽身出去和他说话。我们还是递一个申请书进去吧，他建议。如果两个人里面有一个是不宜结婚的，你放心，组织上一定会告诉我们的。这桩事竟可以让组织上替我们决定，他仍旧是那句话，考虑考虑吧。但是他第二次再去找他，他让步了，迟疑地说，好吧。于是他们递了申请书进去，得到了上有许可。有一天傍晚，王林派了勤务员牵着马上接他，马蹄声在黄昏的寂静中听上去特别清脆。他站在庙门前的石阶上，等那蹄声去远了方才进去。大殿上黑沉沉的，只有他们房门里射出来的一些灯光隐约可以看见旁边一排神像的青脸红脸与他们金色的衣者。破了的窗纸被风吹得啪啦啪啦响着，在他黑暗中走过，进了东配殿，那是他的房间。今天房间里打扫了一下，东西也整理过了，灯光照着仿佛空空洞洞，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党在战争期间是比较肯妥协的，所以他们驻扎在这座庙里，并没有破坏那些偶像，也容许女尼继续拘留，但是年轻的尼姑全都逃跑了，剩下一个老尼姑住在后进，正在那里做夜间的功课，拖拖拖拖敲着木鱼，均匀的一声一声敲着，永远继续不断，像古代更漏的水滴，为一个死去的世界记录时间。王林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等着那女孩子来，心里渐渐觉得恍惚起来，感到那媚艳气氛渐渐加深。那天晚上他来了，天一亮就走了，还是那接他来的勤务员送他回去，替他牵着马。此后他每周七接他来一次，他永远是晚上来，天亮就走，像那些古老的故事里幽灵的情妇一样。有时候他几乎是挣扎着想打破那屋檐式的魅力，他宁愿把他看得平凡些，也像别人的妻子一样，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不行，只有一次，他觉得他们确实是夫妇。
那是有一次召开干部会议，临时因为军事状况改在他驻守的小镇上举行。共产党向来最注重会场的布置，开会以前照例有一个高级官员到会场去亲自巡视一周，如果认为台上的桌子上搁的一瓶花不如理想，就要大发雷霆，负责的干部可能受到处分。但是在这战区内残破的乡镇上，花也没有，鲜艳的纸袋，戏剧性的灯光装置，统统没有，甚至于连一张放大的毛主席像都找不到，那是最不可少的。王林非常着急，最后是沙明替他解决了难题，在正中的墙壁上糊上很大的一张红纸，写上一行大字：毛泽东万岁。本地人向来都是用钢脸盆洗脸，他把两只钢盆里注满了石油，放在桌上，一边一个。在开会的时候，盆里的油点上了火，燃烧起来，橙黄的大火焰窜得非常高，一跳一跳，光与影在红纸的背景上浮动，所有的干部全都举起一只手臂来宣誓为党效忠。会场里充满了一种神秘庄严的气氛，王林得意极了，就像是他们在家里请了刺客，太太招待有力，成绩圆满。事后他很和他谈讲那一天的经过，种种趣事与小小的不幸，回想起来都非常有欣慰。最快乐的一刹那是客人全都走了，而他并不跟着走，却住在他这里过夜。他告诉他参加新四军的经过，他在高中读书的最后一年，有一个女教师常常在课外找他谈话，和他非常接近。这人是共产党，在少女的心情里，这一类的秘密活动太使人兴奋了，深夜的轻声谈话，钻在被窝里偷看宣传书籍，在被窝里点着蜡烛。女教师告诉他，只有苏联这一个国家是真正帮助中国抗日的。他经常报告延安与日军接战大胜的消息，大家私下举行庆祝。于是沙石与其他的几个女同学都成了共产主义的信徒。女教师后来离开沧县区，跑到苏北参加新四军，就把他们几个人一起带增了。沙明这名字是他到了这里以后才采用的，他认为这名字很男性化，很俏皮，像个时髦的笔名。他告诉他他去年在这里过冬的情形，四个电讯工作者，一男三女，驻扎在一个农民家里，占据了一间堂屋，白天在两张方桌上工作，晚上就睡在桌子上，堂屋没有门，被兵士劝了去当柴烧了，北风呼呼的直灌进来，油灯简直没法点，夜间工作非常困难。虽然没有门，室内究竟比牛栏里暖和些，所以屋主人一到晚上总是把牛牵进来系在窗槛上，每次一听见那牛哗哗的撒起尿来了，值夜班的两个电讯员中就像有一个赶紧跳起来跑过去，把一只木桶搁在牛肚子底下，然后回到他的座位上。牛撒完了尿，又得有一个人赶紧去把桶挪开了，不然就会给他一脚踢翻了，淹了一地的尿，脚底下全汪着水。有牛在房间里也有一样好处，在风雪的夜里，三个女孩子都钻在牛肚子下面挤紧了睡觉，像小牛一样。她告诉她这些，自己仿佛很难为情似的，也跟着她一同嘲笑她这些意想不到的苦境。小资产阶级投身在革命的红炉里，这的确是一个痛苦的经验，她承认。可是要彻底改造，非得经过这一个阶段，她怜悯她，但是口头没有什么表示，至多说一句，你身体不好，所以吃不了苦。不过身体会好起来的，到了夏天，他因为小产病倒了，躺在一扇板门上，给抬到庙里来，庙里有一个医疗站，住着伤兵。王林很喜欢有他在一起，但是他没有时间可以看护他。年来这一整情形很紧张，最后他们终于不得不仓皇撤退了。撤退的命令来的时候是在后半夜，大家顿时忙碌起来，乱成一团。兵士借用的农民的物件都得要拿去还人家，因为他们的口号不取民间一针一线，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砰砰拍着门喊大娘大娘，一个老婆婆睡眼朦胧扣着牛子战战兢兢来开门。兵士交给他一只折了腿的椅子，或是一只破锅，锅底一只大洞，他向他道谢，借给他们用了六个月，我们现在走了，不过你放心大娘，他安慰地说，我们要回来的王林有无数事想要料理。他匆匆走回房去，发现沙明挣扎着坐了起来，把他自己的东西收拾起来，打了个小包。在这一霎时间，
他心里很难过，不知道应当怎样告诉他。他不能和他一同走，路上不大好走。他在床沿上坐了下来，转过身来面向着他，两只手掌按着膝盖上，放出很威严的样子。我们要照顾到你的健康，你还是不要动得好。我跟方同志讲好了，让你暂时住在他家里。方同志是王林的勤务员，王林很有把握，方家两个老的一定会效忠于他，因为他们的儿子在新四军里是一个人质。他缓缓地继续整理东西，但是他终于停止了，仿佛疲倦过度似的，身体往前扑着，把脸埋在包袱上。他知道他在气。你坚强一点，他说，这是很普通的事，同志们常常得要留在敌后打埋伏，我要跟着一块儿走。他呜咽着说，可是担架不够用。他急了，终于把真正的理由说了出来。也没有那么些人抬担架，伤兵总不能不带着走，你一个生病的女人没关系的。受伤的男人可混不过去，他自己也有些东西需要整理。过了一会，他再回过头来，看见他已不哭了，在那里继续整理东西。已经有喔喔的鸡啼声，油灯的黄光被灰色的晨光冲淡了，透出一种惨淡的颜色。他觉得他们就像是要去赶早班的火车，心里只觉得慌慌的。方同志的父亲和哥哥抬着一扇门板来了，把他搀下床来，给他躺上去，盖上一条棉被。其实天气很热，但是总仿佛病人应当卧着点。王林弯下腰来，把棉被在他颈项后面塞一塞好，轻声说，你不要紧的，不过还是宁可小心点，快一点好起来，我们就要回来的。他在枕上微微点了点头，他的脸潮湿而苍白。同志，你尽管放心，不要紧的，那老头子大声说。然而老头子显然心情非常沉重，无可奈何地等待着前途的无数麻烦与危险。他那勉强装出来的愉快的语气让王林听着心里突然有一阵寒冷之感。他站在那里，他们抬着他穿过稻田，在晨星下军队移到了另一个区域。这已经是抗战末期了，交战的各方面由于极底疲倦都变得满不在乎起来，谁也不肯认真卖命。往往经过轰轰烈烈的一场大战，一个人也没有死，简直成了闹剧化的局面。无论哪一方一鼓作气向前冲过来，另一方就纷纷的集体投降，但是一有机会就又倒了回去，大家就这样倒来倒去，不算一回事。整团整师的军队就像一大堆一大堆的筹码一样，有牌桌上推来推去。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常常有人穿过疆界，带信也很方便，但是时间一天天的过去，看上去似乎沙明氏和新四军完全失去联络了。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情，有很多可能，也即他被发现了，也许有人靠密把他抓了去，也说不定他的病热又转沉重，又缺乏医药，竟至于死亡。王林有一次设法派了一个人去给方安送了一封信，信是他们儿子写的，问起沙明的下落。方家回说他们把他送走了，因为当地有人认识他，有被发现的危险，所以把他送到距离很远的另一个村庄里，寄居住在他们的一个亲戚家里。但是他们听说他已经自动地离开那里了。王林终于得到一个机会亲自到那里去调查，他化妆为一个小生意人，跑到方家听说的那个村庄里去找他们那个亲戚，叫做赵八个的。赵八个是一个40岁上下的矮子，抱眼睛，短短的脸，头皮得青青的，头发式样好像是打扁了的，没有下颏，那仿佛也是出于自卫，免得让人一拳打在下颏上，给他致命的一击。他斯斯文文地穿着蓝布大褂，并不是普通的庄稼人。若要问起当地的木材、蚕桑、茶山、盐运、税收，他无不熟悉，然而仍旧本本分分，十分个气。王林假装对于木材很有兴趣，是方家指点他，叫他路过此地时候可以向赵八个请教一番。赵八个说得头头是道，他的口才那样好，王林以为八个一定是他的绰号，但是后来看见他老婆出来了，大家称他为八奶奶，方才知道他却是邢八。赵八个留他吃饭，在饭桌上做主人的又详细讲解纳税手续的复杂与微妙，沿途有各方面的关卡，又随时可以碰上各方面的军队，这是一个不幸的一不管的区域，被日本兵、共产党、和平军与各种杂牌军轮流蹂躏着。
他们喝了几壶酒以后，赵八哥说起那次日本兵从通州下来的故事。我正在家里坐着，他说走就走进来了。领头的一个军官开口就问我，你是老百姓啊？我说是的。那他又问我，你喜欢中国兵呢还是喜欢日本兵呢？这一问我倒不晓得怎样回答是好了。我不晓得他到底是中国兵还是日本兵，说的呢也是中国话，听他们的口音一听就听得出的。王林说话说出了口，他才想起来，在乡下人听起来，日本兵的国语与北边人的国语都是同样的奇特可笑。赵八哥也并不和他分辨，只把头点了一点，竟自说下去，暖，听口音又听不出来的。只有一个法子，看他们的靴子可以看得出来。暖，两样的，不过不敢看。他把头微微向后一仰，僵着脖子，做出立正姿势，又微笑摇摇头。不敢往底下看，王林耐心地微笑着，没说什么。那么我怎么回答他的呢？我叹了口气说，哎，先生，我们老百姓苦呀，看见兵，不论是中国兵日本兵，在我们也都是一样的，只想能够太平就好了，大家都好了。他听了倒是说，你这话说得对，这么这一来我就知道他是日本兵了。他说到这里仿佛觉得很得意。饭后王林站起来告辞，赵八哥听他说马上就要动身到临县去，天黑以前一定要赶到那里，就放心大胆地挽留他，再三说可惜不能在这里住两天，难得来的，八先生待人太热心了。王林说，不过你热心地名是已经出去了喝，不提我倒忘了，我有个社亲是个年轻的女眷，上次路过这里，听说也是在八先生这里打搅了许多时候，我都忘了道谢。年轻的女眷，赵八哥似乎怔了一怔。他本来住在方家，王林一面说一面盯眼望着他，看他的脸色有没有变化。赵八哥像是摸不着头脑，你弄错了吧，我们这里没有年轻的女眷来过，她也许化妆了一下，隐瞒了真实的年龄，我总还拿她当个小孩。王林呵呵地笑起来，大概因为我以前看见她那时候她还年纪轻得很，小孩脾气得厉害。其实暖呀，算起来年纪不小了吧，大概是个中年太太的样子，我们这儿没有中年的太太来过。赵八哥摇着头说，没有，我听见说她有病，听说这一场病下来老得不像样子了，简直都成了老太太，也没有老太太来过。赵八哥坚决地说。王林不是不明白，赵八哥大概是有他的苦衷，不敢说实话，怕他是另一方面的特务，在那里追捕一个女共产党员。于是王林冒险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你不要怕，对我尽可以说实话。他说，我是新四军的人，你把事情的经过老实告诉我，可不许说谎，扯了谎给我们队出来了，我们的黑名单上有了你的名字，一家从都不要想活着。赵八哥左右为难起来，这人自己说他是共产党，但是谁知道他究竟是那一方面的，这一次是连看他的靴子都没有用，他穿的是便装，没有靴子。赵八哥拿不定主意，只好一味拖延时间，矢口否认有人到他家里来住过，不论任何年龄的太太都没有踏进他家的门。方家说他们把他送到你这里来的，你把他怎样了？出卖了他了，送到宪兵队去了。王林逼着问，老天爷哪有这样的事，屈死人了。方家要是真这样说，那他们是扯谎。天哪，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他们，要这样害我？你把我们的人弄到哪里去了？你老实说出来，你害死我们的同志，你不要命了？经过许多恫吓，赵八哥终于吐出了实话，承认他这里曾经收容过一生病的少女。赵八哥心里想着，如果王林结果又一翻脸，说出他是另一方面派来的人，他还可以为自己辩护，说他是被人逼得没办法捏造出来这故事，因为不这样说就没法打发那人走。他现在在那里，他是八月里走的，说要到镇江去进医院治病，他说他有亲戚在镇江，一个人走的，他走的时候身体已经好多了，他说自己可以走，不用人送。他骨头是怂许多，但是问来问去，赵八哥还是这几句话。王林认为他这话大概是可信的，因为沙明的确是有一个舅父住在镇江。毕而王林回到他的工作地点，心里觉得相当满意，但是不久就又有许多新的疑团包围上来了。
他为什么一直音讯全无？如果他是在镇江那样的大地方，是很容易找到接触的，不至于完全消息隔绝。渐渐的有谣言说有人在镇江看见过他，他显然是被判了革命，成为一名逃兵了。大家在讨论中常有时候提到他的名字，王林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说他可惜立场不稳。不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向就是动摇性的，吃不了苦。我没有能够影响他，更进一步的争取他，我自己觉得很惭愧，需要检讨。他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快乐的？他第一次怀疑到这一点，他们的结合并不为外间的世界所承认，那么很可能他已经和别人结婚了。安顿下来，过着一个小城市的家庭妇女那种庸俗无聊的生活，王林对自己说，抛开一切私人的感情不讲，他还是热诚地盼望他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在现在这种吃紧的情势下，正是用人的时候，组织上是特别宽大为怀的，只要他充分表示忏悔，大概不必经过长期的悔过，就会重新录用的。王林跟着部队在有一天傍晚的时候开进一个小城，这城市易手多次了，经过一次次猛烈的炮火，已经大部分化为废墟。疲乏的不整齐的队伍走过沿河的码头，就踏上一条鹅卵石砌的长街，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两边的房子都炸光了，矗立着一堵一堵的残缺的粉墙。旧式的房子屋顶高，虽然不过两层，也就是很高的楼房了。大家排着队走过一座没有屋顶的白房子，上面一排黑洞洞的窗房檐子。王林偶尔一抬头向上面望了望，倒吃了一惊，看见楼窗里有一个女孩子伏在窗口向他望着。他真没想到这种房子里还可以住人，在暮色苍茫中，那女孩子的脸只是一个模糊的白影子，但是仍可以看出她是美丽的。而且最使他觉得惊奇的，她在那里对他笑。他掉过头来望到别处去了，这一定是个妓院。这些婊子也傻，不知道对新四军都生意是没有用的。但是他突然震了一震，立刻又抬起头来，他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吵喊，沙明，沙明。然而那张脸庞已经不见了，就像是他听见了他心里突然起来的一阵狂风暴雨似的呐喊，把他吓跑了。他向旁边跨了一步，离开了队伍，站在那里仰着头望着那窗子发呆。他看见他就躲起来了，但是他刚才明明对他笑，他一定是性色慌忙地下楼梯来了，在那黑洞洞的楼梯上走着，一个不小心跌下来会跌死的。他找到了一个长方形的洞口，显然是从前的门，就一脚踏进门去。在最初的一刹那间有点迷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阵阵的凉风吹在他面颊上，四面矗立着各种黑色的形体，但是头顶上却水蒙水蒙地透出紫蓝色的微光，仿佛有蟋蟀在脚下吱吱叫着。他是站在户外，整个的房子都被炸掉了，只剩下前面的一堵墙，那墙背后除了一些瓦砾什么都没有。他抬起眼镜来去找那楼窗，刚才看见那女人伏在窗口，是左边第一个窗户，那么倒过来该是右面第一个窗户，这不过是墙壁上一个长方形的洞眼。那白墙缺掉一只脚，喘着暗蓝的天，寂寞地站在那里。他向那窗户里面望进去，里面空空的，只有那黄昏的天色，月有风，颗星刚刚出来，一闪一闪。他不由得脑后一阵寒嗖嗖的，就像把头皮一把揪紧了。他可以听见军队在那空荡荡的街道上排着队走，那有节拍的脚步声哒哒响着。王林听见那脚步声渐渐远去，他突然恐怖地发了狂，他横冲直撞跑到街上去，一路飞奔着赶上了他们。这件经验虽然使他神经上受了很大的震动，同时也使他心里充满一种近于喜悦的感情。他相信他一定是死了，他今天和他见这一面就是为了要他知道他是死了。他不愿意让他想着他是丢弃了他，又跟了别人，然后他过去所受的教育又抬了头，告诉他这完全是迷信，但是他确实亲眼看见的。他一定是神经失常了，他伤心地想着，他不但失去了他，又还要失掉他的理性。许多年之后，他才听到一点关于他的确实的消息。共产党占领了大陆以后，他被调动到许多不同的地方，在这期间遇见了一个老同事，从前和他们俩都相当熟，这人告诉他说，
他在苏州看见过沙明，他见了面就像不认识他似的，所以他也没有和他招呼。但是后来他去打听了一下，听说他结了婚了，有两个小孩，有一盘店，卖藤器与草拖鞋。王林听到这消息并没有很深的感触，感情上的极度疲乏早已使他淡漠了许多，他也已经习惯于这种思想了，想着他还活在世上，生男育女，渐渐的衰老了，在另一个男人家里。他得到一个机会回家乡去看看，17年没回家了。他母亲还在世，但是和他隔阂太厉害，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谈了。他反正见了他就是絮絮叨叨，把这入场多年来的伤心事、吃的苦、受的损失，一桩桩一件件地诉说着。他无论怎样安慰他说，从今以后慢慢的就会有好日子过了，也并不能使他愉快起来。他对于共产党统治下的光明远景并没有信心，而事实上家境也的确是越来越艰难了。他拿的薪水是供给制，当然也没法往家里带钱，家里还有一个童养媳，从前还没有来得及圆房他就离开了家。那女人很老实，她这10-20年没回来，她也并没有跟人逃走，仍旧在她家里。这许多年的劳苦操作、挨打受气，已经把她折磨成一个老丑的妇女人。王林心里觉得有点对她不起。她和他结了婚，但是她难得回去一趟，而每次回去的时候，只有觉得更寂寞。她虽然没有什么朋友，和一切人的关系都搞得相当好，但是因为太自信、太固执，对于上司不大肯迁就，敷衍，就因为这缘故，无论有什么事情出了乱子，总是他挨批评。在开会的时候，他即使在争论中占了上风，主持会议的上级人员做起总结来，总给扭过来，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共产党席卷大陆之后，他不但没有升迁，反而被贴上了赶不上形势的招牌制。当干部是一个死而后已的职业，当然绝没有辞退他的可能。他也像许多别的老干部一样，被调到乡下去担任一个低下的职务，那也就是他们的养老金了。他对于党的一般性的政策绝对没有意见，无论怎样不合理、不能接受的，他所受的训练也能够使他很快地打通思想，心安理得地接受下来。使他起反感的倒是一些小事，政府官员的妻子永远也做着官，吃粮不管事。此外，无论办什么事，也就跟旧社会上一样，还是得靠认识人，得要找关系。同时他对于政府有些惊人的浪费的地方也觉得有些心悸，譬如像重建北京上海的许多佛寺，造得金碧辉煌，仅只为了取悦于来访问的西藏代表。他知道这些钱都是从哪里来的，因为是由他经手非常吃力地从农民身上一点一滴榨来的。他常常感到愤懑，但是他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气愤，像一个孤独的老年人被他唯一的朋友所毁辱，自己生一回子气，也并没有人去劝他，他熬不了多久，自己倒又去转员。他除了党以外，在这世界上实在是一无所有的了。好了，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